这个花是白色的，不是这个，不是绿色。是啊，我说那个褐色的这个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也算是青苔吗？青苔，青苔。它流出来是会结成絮絮，像白的絮絮，像这几朵。没有推，我们再去宜兰就会再去，如果有再推荐的话，因为温泉太棒了。那个什么称赞？不是一般的。二子山也在宜兰。花莲的二子山就二子山的花。就你要想什么好吃？你应该是那个差不多可以去了。你看，他的二三新年去了吧？就是那个耶诞节。你耶诞节有放吗？你不会放上面？